谢谢你们，天使服你们。再次谢谢东风电视台，小哥、方姐，你们 ，WC Music Group， 还有大宇唱片、Sony， 谢谢你们。我是多么希望遇见你，或许我在等你解开所有秘密，然后你渐渐消失，战胜了神经，不再执意欢喜，反倒让人欢喜。在我胸前无情的伤已经痊愈，终于隔离恼人的情绪，在心里的那些季节突然间消失去，此刻只想更深刻的感应天空的星体，那闪耀的讯息，千万个光年终于传到我的心里，天使也哭泣，我还不知情，急急地向你飞奔去，三千世界早已化作微尘，早已冷却。心的伤已经痊愈，终于隔离恼人的情绪，在心里的那些季节突然间消失去，此刻只想更深刻的感应天空的想要的讯息，千万个光年终于传到我的心里，天使也哭泣，被遇见了，我还不知情，急急地向你飞奔去，三千世界早已化作微尘，早已冷却。我知道我给了我唱片公司很多媒体朋友的麻烦，不好意思，如果有缘再见面的话，我希望是你的更成熟，更能满足你的些点空，谢谢，再见。